最近两年呢，尔湾的景观房被炒上天了，但是在周边呢，你打六折就能拿到，而且呢，它的户型更好，景观更棒。咱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呢，咱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宽大的客厅和厨房，这样大开阔的设计，超级大的推拉门。到了这个院子里面，咱们看一下这个景观怎么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他这个户型好在哪哈？整个这个房子呢是四房五个卫生间，也就是每间房都有独立的卫生间，一楼有独立的卧室、独立的卫浴，还有客人的卫生间，宽的大客厅、大厨房、大的玻璃窗，而且呢它在进门处还是有挑高的。楼梯呢是贴墙的，所以不占房子的空间。咱们上到二楼看一下。首先呢，咱们上到了二楼之后，它的第一间房就是它的洗衣房。这个洗衣房你看这个空间，然后里面有呢水盆、橱柜并排放的洗衣机、烘干机。这边呢是它的一间次卧，方方正正的。这个次卧还有一点好处，它带这个阳台。你看站在阳台上，这个空间也是非常开阔的，前后都很开阔。而且你看远处还有这种郁郁葱葱的景观可以看。手机拍需要放大，但是肉眼看是非常棒的。这二楼呢还有一个这样的大客厅，所以它是双客厅的一个设计。这边呢是另外的一间次卧，这些次卧的面积都不小，每个次卧都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。二楼呢一共是三间卧室。咱们最后呢看这个大主卧，大主卧一进来就是这样的大窗户，站在窗户上可以看到非常非常震撼的这样的一个景观。在这里呢不用看下面的房子，就是远处的群山还有蓝天白云。然后主卧还带有一个大阳台，而且呢你看这里是主卧的一个很大的卫生间，它这个衣橱也是非常巨大的。咱们看一下，基本上所有的元素都是顶配的这样的元素。这个呢就是其中一间次卧的卫生间。楼梯的上方还有三扇大窗户采光，是不是这样的房子也挺好，而且还能打六折？